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今天是农历8月15，中秋节。大家都回家过中秋节了吗？不管是回家团圆，还是像我们一样工作在外呢，都祝大家和自己的家人中秋快乐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中秋节嘛，就是要吃月饼，然后在家里跟家里人团团圆圆，一起吃个团圆饭。对，吃团圆饭的时候还可以看看电视。小时候就经常，因为我们是一大家的院子，所以经常很多很多人一起聚在一起，摆个四五桌的样子，大家一起吃东西，然后看电视。吃完之后，大人们就开始打麻将，小孩呢就一起在2楼玩那种捉迷藏的一些小游戏。现在想想还特别怀念。对，我觉得中秋节除了团圆吃月饼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看中秋晚会。特别是听说央视和湖南卫视都会有 TFBOYS，我已经守好了。最后呢，中秋也是月亮最圆的时候，所以晚上一定要看月亮哦。